你还打算帮什么忙啊？行了，快回去吧，快回去吧，谢谢各位啊。那好看那留下啊。嗨，那吕老师的男朋友也来了。谢谢各位吧。好，行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对，回去吧。咱们后边有时间。好嘞，这个刚才是我俩徒弟，是张鹤伦，哎，郎鹤炎，小哥俩，让他们俩人休息休息。嗯，换上我们俩人来了。是啊，其实也不用多介绍，都熟悉，你也认识我们啊。我还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。哎，您客气，我叫郭德纲啊。是那个，那么说在这个行业，我们，你先等一会儿啊。好的，跟您商量点事儿啊。好的，以后你要不打算介绍我，就别往我这么比划一下，行吗？啊，因为不用多介绍，别扭，没有人不认识您。嗯，客气，真的啊。嗯，这是德云社的中流砥柱，不敢当，著名相声演员啊。哎，不敢，姓于名谦，字麒麟。我字麒麟，我跟你儿子一个字儿啊，显得咱们那么亲戚。不用啊，不用，没有字啊，没有字啊。对，怎么没有字呢？现在都没有，现在人起名字都没字。姓张名飞字翼德啊，那是以前。姓岳名飞字鹏举，古人呢？您没有字啊？现在都不讲究这。那英文名字叫什么呀？英文名字也没有。哎，啊，我小儿子还有英文名字呢。啊，你小儿子是你小儿子呀？我没给你起一个吗？你凭什么给我起一个呀？我凭什么就不给你起一个呢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可以起一个。你看看，你瞧，他们倒挺大方的哈。那是热心观众啊。起一个，你英文名字你叫乔治，我好吧？啊，你姐姐叫佩奇啊。嗨，我们姐俩都是那么社会，你知道。小猪佩奇身上纹啊，掌声送给社会人。不用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社会人都让人砍了，得了。来吧来吧，照相的各位都回去吧啊，你们这头里站着都100多人了啊，影响影响，快回去快回去啊。哎，别后边有，后边有时间啊。第六，上回有一个女孩在前面站着不走，结果他们给弄到后台，生了7个孩子。嚯，嗯，这一说人还得多。嗯，你们是不了解我们这行业，它多愣，你知道吗？得谢谢观众们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。嗯，啊，当然今天北京城不可能所有人都来听相声。那当然啊，但是没来的呢，反正这个后果很严重。有什么后果？省不少钱。对，嗨，这叫什么后果？得谢谢观众啊，花这么些钱来听我们说相声。哎呀，相声分两种，一种是贵的，一种是便宜的。哦，贵的相声反正除了贵没毛病啊。哦，便宜的反正除了便宜都是毛病。我们还很年轻，你们各位是支持鼓励我们。是的，在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啊。对。会有的，会有的。什么叫会有的？你们不能给我得罪人啊！啊，我的人缘都回你们手里边了。跟谦儿哥合作有小半辈子，几十年了。我们俩也是，实在是没有别的手艺，就会说相声，就会干这行。对，承蒙各位这么鼓励，这么支持。嗯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哎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好，破费了各位，谢谢啊。要感谢于老师对我的帮助。您怎么那么客气？真的啊，以人家那个家境，人家那个状态，嗯，能说相声是我的福分。哎呦，这过严重。你看我在台上老拿着开玩笑，这个那个，人家在家里边跟个小宝贝儿似的。那我这岁数还小宝贝儿？给你们透露一下，他们家他是两门守着这么一个儿。您细说说。他两门就是他父亲跟他大爷。
哦，这两支儿还肯不好说。比如说，哎，我是他父亲，然后你别这么举例，别这么举例，就是啊，他爸爸是哥俩，人家听得明白，听得明白。是他大爷那支儿没儿子，哦，就是拿他当我儿子，就是什么叫当谁儿子？拿他当儿子是吗？哎，怎么这么难说？两只守着一个啊，就明白了是吧？啊，哎，就是宠的都不行了，从小都惯。那会儿他，我听老人说他大爷跟大妈那会儿盼儿子盼的都不行了，想得儿子。哎呀，那个尤其他大妈啊，一心就想啊，嗯，我得给老于家添一个儿子啊。啊，有这想法。一晃跟他大爷结婚那么些年没儿子，真着急。是，怎么没有？不能在那会儿生好几个啊？哪会儿生好几个？那会儿一块的小姐们都生好几个了，您说清楚了，我怎么没有呢？啊，后来连那个偏方封建迷信都用上了。哎呦，有人告诉了啊，说谁家死人出殡啊，你看孝子跟那儿哭丧，哦，哭丧不得摔老盆吗？啊，得摔个盆。北方有这习俗，孝子一搀出来拿一盆啊，跟这儿一哭爸爸一哭妈妈，啪一扔，哦，地上有一块砖，嗯，就这盆摔在砖上，摔得粉粉碎。是。谁过去抢那块砖拿回家，文言词叫义子孙，哦，就说明拿这个回家就后边容易生孩子啊，就跟拴娃娃那个道理差不多。他大妈真是满处扫听谁家死人了，知道吗？打听这多丧气！哎呀，挨那个打都无数了，真的吗？是啊，人家结婚他也问今儿出殡呢？嗨，这太没眼力见了，这是盼子心切。他大妈那会儿啊，一说这家死人了，明儿好早晨8点出殡，哦，凌晨4点，他大妈就上那等着去，就等抢这个，就等着抢那块砖。你瞧瞧，他比孝子去的还早呢，他这叫虔诚。到6点来钟，大妈跟那等着，哈哈哈，这就跃跃欲试，等着抢啊。周围那老太太都劝他：“你行了吧？怎么，你也让别人抢一块吧？都让他抢去了。”你们家拿这砖都盖了3间北房了，好家伙！啊，这租房子去了，这个啊，你让别人抢不听，非抢。大妈手也快，就抢这砖，是吧？孝子搀出来举这个盆，我那砖呢？没了，还没摔呢就抢走了。大妈抱砖跑了，那快！好家伙，就希望有一孩子啊！当然最后这汁儿生了一小子，也算啊，挺好。是两门守着一个，这多疼啊！宠的都不行了。是真的啊！你说这个样的家庭很容易把孩子最后溺爱了，就惯坏了。但谦儿哥没有啊，我倒还行。我们合作这么些年来，咱实话实说啊，嗯，我发自肺腑的是真的，灯灭你灭，真的。我灭干嘛呀？您起誓我灭干嘛？就这样显得真实。我不用，真的不说谎。谦儿哥那是人中龙凤。您过奖，那都是厉害的牲口，真的。牲口不是，人中龙凤，马中赤兔，啊，那您就是好啊。哎，您别带牲口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啊，举一个例子啊，您说，就说他这疼人劲儿，我，比如说郭德纲，嗯，在后台待着，哦，这一屋子可能有300人、500人，啊，人多，哎呀，都有吧，徒弟们、孩子们都在，嗯，我说了一句话，您说，谁有充电宝借我用一下？哦，手机没电了。说完这一句话，嗯，这屋里边没有人理我，都不借呀。只有谦儿哥站起来，啊，我给你拿去，啊，我这方便呢。谦儿哥先把输液这针拔了，我这还输着液呢，啊，把呼吸机拔了，我能拔得动这个也还行，嗯，把胃管拔了，嚯，我这玩命来了，把肠镜拔了，哎呀。我不知道，我还以为电的呢。都拔完了啊！打开门，冲出去，回家，给我拿充电宝去。我这是疯了呀！我这一出门啊，一出门打雷下雨，还没完呢，就这雷，奔着于老师这脸，咔！这雷也是解着恨来的，啪！啊，摔那儿了。哎，站起来还往家跑。就这么执着啊，往家跑，嗯，往前面走，地上有狗屎，我这大灾小地儿都得来，嗯，一脚踩在狗屎上了，嗯，日啪砰，旁边有地沟，掉地沟里边，哎呀，地沟里边都是大铁钉子，尖冲上，这谁修的地沟啊？这是怎么那么损呢？这个趴在这上边了啊，打这上边，再说一身的眼儿啊，
哇，那血刺的就跟那什么那个花洒似的，好家伙，刺着血还往家跑。哎呀，给我拿充电宝去。啊啊啊，哎，没忘，再往前走，马路上过大汽车，还有大卡车奔着脸来打，啪，行了，站起来还往家跑，还跑呢，到家拿充电宝，转身给我送来，这扭脸就出来了。转身一出来，汽车又来了，啪！这孙子等着我呢，是怎么着？撞脸上，他不走了，他往回跑，往回跑啊！郭德纲还等着充电宝呢。好嘛，跑跑跑跑跑！哎呀，哎，地上那个狗屎哪去了？我找屎呢，没有狗屎，地沟还在啊，自己滑，啪啪！我一猜就是扎一身眼儿出来，滋着血往这跑啊，还有血呢。到这门口不进来，哦，等那雷呀、啊，呵好，等十分钟雷下来，咔，劈脸上就算踏实了。行了，哎，再没了。开门进来，充电宝给我，行了，我眼泪都下来了，您是得哭哭了，我都感动死了啊。接过充电宝，捋出线来，找着插头啊，插在我的充电宝上。哎，你缺德不缺德？不是手机没电了啊！哎呀，就是说这个意思。明白了，明白。我们俩好的不能再好。您想想吧，生死弟兄，过命的朋友是。什么叫朋友？哦，这还有讲吗？什么叫朋？哦，单字。上古时期，人们都住在中原地区，离着海边远，拿贝壳当钱。哦，这个听说过。因为见贝壳见的少吗？嗯。五个贝壳拿绳子穿上，这叫一系。哦，两髻为一棚，这个字来了，哥们儿了，拿两挂贝壳下来带你吃饭去。哦，也就是说拿这棚去。嗯，啊，就说明咱们的交情。是棚有什么叫棚？嗯，咱们能聚在一块儿就叫棚。哦，什么叫友？过心，互相能照顾叫友。哦，棚包括友，友不包括棚。你瞧，但是能到朋友那已经了不得了，这就有交情了。朋友分多少种？都有，笔友，笔友是写信，哦，以文会友，哎，嗯，网友，这是互联网上交的朋友，都上网，他们好出去玩去的，驴友，旅游的那个，驴肉友，对，驴肉友，集中在保定地区，哎，都加火烧的朋友是吗？驴肉友，哦哦，炮友，喂，什么？泡洗澡的那个，在澡堂子里边泡着的这个朋友，你以为呢？我以为取充电宝掉沟里头了。哦，你吓我一身冷汗。您还真怕你说出来放炮的那个朋友。没有这么些朋友。朋友分多少种？朋友有远近，亲戚有厚薄。那当然啊。嗯，这个过去来说有很多的说法啊。老年间说谁跟谁什么什么朋友。哦，啊，这个忘年之交。忘年交是？忘年交是岁数有差距，但是排除这些差异，咱们是朋友。怎么叫差异？你看，比如说我，哦，郭德纲，嗯，85岁了。嚯，于老师呢？家里有一个孙女儿，19。哦，您说这忘年交不着急？我是不着急，您这过什么瘾呢？19岁一闺女啊，大高个儿，大长腿，大长头发，嚯，又狗狗又丢丢，这好看呗？就喜欢我。嗯，啥？我有点为难。还为难呢？啊，我就跟这闺女说了。你奶奶要知道会生气的。没听说，我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啊啊！不是，但是我决定要冲破封建的束缚，打破世俗的眼光，少来这套啊！流氓就是流氓。哎，你看，您说的这是朋友吗？这个，你看我宁可把辈儿都挫下来了。你看谁跟你？你不认可我们两个？谁让你挫了？这种感情，您说的不是忘年交吗？对，我们俩都忘了年纪，那是你忘了年纪了啊！我们都忘了有年子这个事儿，忘了年纪。我就说忘年之交。哦，有这个，哎，这叫忘年交。还有那个知音之交，知音是？你看古代有钟子期啊，俞伯牙，哎，这听琴摔琴。
俞伯牙是朝里的官啊，嗯，奉了大王之命，天下访贤。哦，走到这儿，听见钟子期正在抚琴，啊，就弹瑶琴，弹着瑶琴，噔，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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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革命的红旗，这是瑶琴弹的吗？这个这三弦弹的，这是反正就唱着弹着呢啊，哎，觉得你很好，哦，我要跟你交朋友。你瞧两个人一聊天，哎呀，志向方方面面的想法是一样的，哦，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咱们是好哥们儿，交朋友，咱们是知音嘛。嗯嗯，明年8月15我还要来，再来转年再来的时候，弹琴的这钟子期已经去世了，不在了。哎呀，好难过吧？就这那的，到最后琴也摔了，得了，啊，不再交朋友了。琴摔了，摔琴，摔完琴，抱着琴到这保险公司骗保，骗保去了。没有，这不是好人的这个。就说这意思啊啊，这是知音之交啊，有听过这个故事。哎，还有患难之交，您再说一说，比如于老师。哦，我怎么了？你是一个80岁高龄的相声艺术家。哦，这是谁的孙女19啊？这还，你的孙女19，我这嗨，那不管用。然后就给你从家 K 出去了。我这，您说说吧，这里边没有那孙女的事啊。哦哦，不挨着。嗯，于老师80来岁奔90了，高龄了，老艺术家。嗯，从年轻的时候就坚持说相声。哦，喜欢，哎，爱说相声，在哪儿呢？嗯，东五环外头有一片高粱地。我在高粱地里说相声，哎呀，练功啊，打14就在那儿练功，嚯，哎呦，练到80，哎呀，常年累月跟那儿背词儿，练表情，练表演，给谁看？哎呀，爱说爱练，嗯，到80岁这天创作了一个新作品，啊，叫打倒郭德纲，这个作品获得了业内同仁的认可。这高粱地里哪那么些主流相声演员？嗯，天天跟着练，嚯，哦，打倒郭德纲，恨郭德纲啊，如何如何，练功呗，我，拿这当练功，练功了。哎，这天高粱地外边来人了，哦，来一帮人上这逮蛐蛐来，啊，逮蛐蛐，逮蝈蝈，是拿一大抄子啊，哎，这抄子抡起来，咵，这个给老艺术家就扣上了。好家伙，我搁蛐蛐罩子里了。嗯，带头的这个是一个华侨，哦，赞比亚的华侨，这地儿还挺偏，哼。嗯，你就是那个老艺术家于谦吧？他愣认识我，请您到我们那里去发展。嚯，嗯，赞比亚啊，在非洲的中南部，您还了解这个地方出铜矿，铜，金银铜那个铜，金属出铜矿。嗯嗯嗯，咖啡好，是当地日常饮食吃这东西叫恩西玛。恩西玛就是棒子面熬的粥啊。那不是就是棒渣粥吗？那个要请您到那儿去说相声，你琢磨这干得过？哦，呵，要到了赞比亚，嗯，戴个铜草帽，嗯，端着咖啡，端着一碗棒子面粥，恩西玛，啊，您还了得吗？那是我净吃高粱了这么些年，嗯，我来点棒子面吧，对，换换口吧，啊啊，哎，我这什么形象？我这华侨说了，您要到那儿常年吃恩西玛，保证您最起码能活到60。哼。我回去了，我这个，啊，啊，去吧，这啊，给您送到六里桥长途汽车站。我坐着这个是恩西马车啊。第六，哦，甭管怎么着吧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是。哎，这天您就到了赞比亚了。哦，到那之后坏了，是他们是憋着拿您祭天呢。怎么叫祭天呢？哎，当地有这个少数民族啊，啊，憋着拿您祭天，嚯，给您先扒一个干干净净的。衣服，哎，那是扒好了，给您身上刷上黄酱，酱，哎，有点葱花、辣椒面都撒好了，拿我当羊排要烤了是怎么着？这儿架上火，大铁篦子，好嘛，哎，人家所有的华侨跟那儿开开凉啤酒，等着看您呢，就等着吃我呢，这是要祭天啊！于老师傻了，那是啊，傻了啊，这冲天上喊吧，啊，谁能救我呀？这还谁救我？谁就是我的亲爹。我就听见了，您是听见亲爹了，没听见我喊，我正在北京呢，我就听见了。嚯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嗯，我得救你啊，您去救我，您落了难了，那您救我，什么叫患难之交？你得落难，这是哥们儿，我赶紧给那边打电话，嗯，可以了，把人放了吧。
你们一伙的，你们这叫这是救我去了，这才把于老师送回国来啊！你说咱们这交情差得了吗？那没您好着呢啊！于老师无以为报啊，嗯，对不起德纲，我你看就说说相声骂郭德纲来着啊，嗯，我也无以为报。那我有个孙女儿19，我这嗨，别提这个了，怎么老有这19的？就说患难之交啊，这我明白了，但是这个都不叫事儿啊。你还有一种那叫什么稳静之交？哦，这个又是什么意思？自刎的稳，静是脖子。啊，哎呦，这稳静之交听着可比祭天那个听着。口感就不一样，哎，那是得先稳静后祭天嘛。哦，啊，那得还得拿您举例子，还拿我说，于老师怎么来？于老师是一个30来岁的一个大小伙子，年轻力壮。您身边所有的朋友，嗯，都是这份的，都好大企业家。是啊，呵，这个呀，啊，买了私人飞机了，这我的朋友，那个光游艇趁10个，哥们儿。这在澳大利亚买了5个海岛，这都跟我好。于老师说，我不能落后啊。当然啊，我于谦也要成为一个畜类。哎，就畜类，我于谦要成为一个畜类拔萃的人，就冲这嘴就好不了。你这，我要成为一个畜类拔萃的人，畜类拔畜类拔萃的人。我胆子怎么着？我要成为一个万元户。我死不死啊？我啊。我还没成万元户，我跟人这帮交什么朋友？我是万元，他不1万1万的挣吗？哦，对不对啊？哦，先数着。哎，我的目标，我于谦要从1万开始挣，还没挣到1万，就挣了无计其数的1万了。哦，到那会儿我要把赞比亚买下来。你瞧，我买这地儿，我要到赞比亚去当国王。哦，哎，我的王冠是纯铜的，还是铜草帽，我端着我那恩西马，拿着咖啡。这碗棒子面粥就舍不得扔。嗯，我踏踏实实当我的国王啊，国王兼皇上。哦呵，都来。哎，兼正宫皇后啊，一个人干呢这事儿，有点什么粗活累活都是自个儿的。好嘛，你就霸占了赞比亚，都是我的。那是，以后你死了，你那棺材里都是恩西玛。哎呵，我让棒子面粥呛死的。这，反正人就是得有这想法啊。啊啊。哎，于老师一想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怎么样？我先得有个好身体。啊，我先锻炼，没个好身体怎么能坚持到赞比亚？是是是，你算算，打六里桥上了长途车，就这一道啊，颠弄也得颠弄死。哎，对，这得多颠呢，对不对？不能到嘴的恩西马让它飞了呀，没什么好的。哎，啊，从明天开始先去体检，哦，检查身体，有一个好身体。对，于老师去了，啊，那是做个 B 超呗，是吧？哦哦，查查体啊，嗯，喝水。啊 ，B 超，打早晨9点到医院就等着叫号。哦，先喝水，做 B 超得喝水啊。对对，查肾，喝水，然后查的看得清楚。嗯，来1箱矿泉水，先喝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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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喝，看着矿泉水瓶子，自个儿感慨。嗯，这要是1箱恩西玛得多好。嗨，这是我的图腾。那是，嗯，你的 logo。嗨，行了，喝1箱又1箱，喝2箱。嗯。喝2箱还怕不够，一回头，哟呵，啊，医院还得准备茶水了，还有茶，旁边桌子上一个盘儿，嗯，盘上一杯一杯的，哦，哎呀，喝，热乎乎，啊，喝吧，不一样，那是啊，有的咸丝丝的呀，啊，还有的甜不劲儿的，这，根据口味调的，那是那是，喝吧，嗯，喝完了坐着，又说不出话来了，是吗？嘴里都拉不开栓了，啊，齁的，嗯。护士出来了啊，那盘子尿样呢？好嘛，我就知道不是茶。嗯，哎，20来个老爷们白尿了，这是。好嘛，我这毁多少人呢？于老师个儿老个儿老的啊啊！噗噗，干嘛呢？往外啐着结石。好嘛，还有老头这里头拧开水管子，嗯啊，撅那儿咕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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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喝凉水往下送送，淡化一下。好家伙，这肚子已经胀得都不行了，水多呀，千钧一发。嗯，那喊了。于谦到你了，终于到了，做 B 超。嗯，于老师进来了，是您好哦啊，于老师哈，嗯，躺那儿准备。哎，于老师躺那儿，人家大夫换手套，对，弄好了，一回头，嗯，把裤衩穿上，我脱了，我这太没有常识了，松紧带都崩裂了，实在穿不住了呢啊，再上点去啊，那么大岁数，没羞没臊，真是的啊，你以为你是赞比亚国王呢是吧？
不，这位什么都知道，这大夫，这个愿望让人看出来了，哎，写脸上了。大夫手里拿一手柄，这儿看着那屏幕，这手柄在肚子上摁，他得看啊。这大夫太愣，怎么呢？摁的时候太使劲了，劲儿大了，屏住呼吸啊，摁，滋！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于老师实在憋不住了啊，尿了一墙。哎呀，到底是搞艺术了？怎么？要别人尿墙就随便尿。啊，您这尿出来四个字儿，写的是妙手回春，哼，大夫都得佩服。那是哈、啊，大夫说滚蛋，哎，这是得把我轰出去，尿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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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新鲜，尿太多都看不见了啊。好，这手柄就跟扔马桶里似的啊。对，于老师上厕所尿去吧。嗯，进去的时候十二点，嗯，尿完出来12:40，好嘛，我尿盯一小时。嗯嗯，中午人大夫得吃饭去了啊。于老爷得吃饭去吧，是吃完饭回来又弄2箱矿泉水跟在这儿重新喝，我这多新鲜呐！啊，刚才那趴不尿出去了吗？是吧？啊，对，喝完了，喝完了，大夫还没回来呢。哦，自个儿在医院后门这儿遛弯儿。哦，医院后门这儿啊，有条小河沟，是，哎，有树林，哎，鸟语花香，嗯，跟着看着挺开心。哦，突然间发现打这边来一姑娘，哦，姑娘长得挺好看，嗯，满脸的眼泪，哭得难受。哭了，顺着河边往水里边走，哟，水都到这儿了，这是要自杀，这肯定要寻短见的。于老师善良啊，是啊，不行，我要把他救回来，我应该。但是于老师心说，从我这到他那儿，我这一闹，他一头扎进去死了，这就坏了，我来不及呀。急中生智，怎么办了？脱裤子就尿，尿，那点尿都尿到河里边了。嗯，这姑娘回头看了一眼，嗯，骂着街就上来了。哎呀，对。都不死了是吗？上来，你缺德不缺德你 啊你是人吗？怎么了？死不让我们死一干净的啊。不至于污染成那样。于老师，我是救你 啊姑娘贵姓啊？是我姓姚。哦，你好姚姐 啊姚姐，你有没有一好说好听的？为什么要自杀？嗯，姑娘哭了啊，活不了了。多少原因？男朋友不要我了。哟，嗯，他非说我有外遇。有没有说我跟李先生不错？他冤枉我。那人姓赵。还是有啊，但是孩子是孙大哥的。好，这就俩了。于老感动了啊。好啊，是啊，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白天鹅呀。嗨，我给他炖了吗？那就、怎么了那白天鹅？就玉洁冰清啊。我怎么瞧着了？爱你爱的都不行了。哦，你能跟我交朋友吗？我很喜欢你这样的女子。嚯、姑娘说要跟我交往必须你得没交过女朋友才行，我很在乎这一点。那你怎么不在乎你自个儿呢？嗯，于老师一拍胸脯，嗯，没交过女朋友啊，我还真这样。日后你就是我的王后，嚯、我早晚要带你到赞比亚去和恩。哎，这别提这个。姑娘说：“那我还有条件呢。”你说说。嗯，有车有房。哦，没有爹娘。这条件狠点了，全是做牙花子。嗯，可以买车买房。哎。但是我是一个孝子。对了，爹娘这个事儿、嗯、你容我半个月。哎，嚯，好家伙，真要下手啊。这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哎，这不是什么姻缘，一男一女，你恩我爱，情投意合。是啊，于老师跟这个姚姐，你别提这个了，两个人开始同居。哦，我们俩还同居了。哎呀，找了一个特别棒的小区。嘿，你住3号楼，他住4号楼、嗯，这叫同居吗？这个俩楼就都是你花的钱租的2套房，那就叫同居、啊、每天你过去给人家做饭收拾屋子刷碗啊，到睡觉人家把你轰回来。我就认为这是同居。得了，一晃3月过去了。哦，这天夜里于老师睡不着觉，看电视。哦，电视演这动物世界。什么呀？春天到了，交配的季节开始了，万物复苏。是，于老师坐起来了。嗯，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呐。我拿动物世界当毛片看呢，我这什么思路啊？我这是，嗯，我要去找他。想起来了，认识快一年了，凭什么？嗯，连握手都没有过。呵，拿钥匙，我有钥匙。那下3号楼奔4号楼。嗯，到这咔啦一拧开门，一推门，怎么样？姚姐跟一男孩在床上躺着睡觉，让我逮着了啊！于老师，这，嗯，这，我这。我行了行了，我这要现行是怎么着？王者之气，王八之气，这是王者之气，
气得滚，赞比亚的国王啊，这是啊。哎呀，行了，干什么呢？问问他吧。一喊，俩人坐起来了啊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冲着谦儿哥，嗯，耶，嘛，愚人节快乐！什么日子这？愚人节快乐啊！于老乐了，啊愚人节快乐！我跟他们一块喊，打扰了，打扰了，再见，再见。我走了，走了，于老师走了。哦，一晃半年啊。哦，半年后这一天，于老师跟这女孩俩人跟街上走着走着，嗯，于老师突然间站住了，想，那天不是愚人节啊，这才想起来啊，我这反应半年，我是那么好骗的吗？那天可能是四月七号。嗯，想起来了，骗我说那天到底是不是愚人节？嗨，你问这干嘛呀？哎呀，姑娘也傻了啊！于老真急了，那还不急？旁边路上有一个卖西瓜的，哦，于老一伸手，把卖西瓜这刀拿过来，哎呦，搁脖子这儿啊！说，嗯，哪天到底是不是愚人节？这叫威胁，千钧一发，救命的朋友来了，您到了，就是我。您怎么着？我打着过，我一瞧于谦拿着刀呢，啊啊啊！吓坏了，是谦哥。一叫我，他一回头，刺啦！哎嗨，稳静之交，这交情叫自杀，这交情的后事都是我办的，那管什么用？还死你手里了呢？坟前立了一块大石碑，一人多高，上面俩大字儿，什么字？活该！哎嗨，这是活该，这就是交情。嗯，当然了啊。各种交情，你看这个之交那个之交，这说起来，嗯，几百年的历史，是咱们说那些个呢，也确实不太现实。哦，我只是希望跟您，咱哥俩，您说好好的过一辈子。谢谢您，真的啊，应该，我就拿您当我的亲哥哥一样看待，您就是我的亲兄弟，真的啊。嗯，有人要是送我一颗人参啊，这么长，25，我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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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啊，给谦儿哥送去。您这兄弟，您要这么说 啊，要有人送我这么大一灵芝，嗯，不要，给郭德纲拿去。你这有人送我这么一桶恩西玛，给于老送去，我给您送回去。这我们这一国都是这个啊。嗯，陛下让我感动。您客气。有人给于老师送一盒子来啊，来人表情很阴森，怎么？这是于谦的。哦，他一走打开盖一看，嗯，里边是一个坏蛋。你要留下这东西，你就是坏蛋了。嗯，那我怎么？我一把就抢过来了。哦，拿过来放到我兜里。嗯，我是坏蛋，这可不行，我得从您那儿抢过来揣到我怀里，我得是那坏蛋。从你怀里抢过来掖到我嘎吱窝这儿，我是坏蛋。从您嘎吱窝里抢过来揣到我裤子兜里，我是那坏蛋。打你裤子里抢出来塞你嘴里，我是坏蛋。那你就是坏蛋，你这，你看懂交情不懂啊？不像话的，有往嘴里杵的吗？不懂，把你嘴里掏出来，搁到我那小盒里头。哎，我是坏蛋。打您盒里头，我抢过来锁到我箱子里头，我是那坏蛋。把你箱子里拿出来，搁到我保险柜里，我是坏蛋。打您保险柜里抢过来，搁到我保险柜里，上上锁，把钥匙我得扔到河里头，我是那坏蛋。我不要了。不要了，像话！你看你这么要，给你吧啊！不行，咱俩得抢啊！我还得抢。当然了，从河里把钥匙掏出来，开开保险柜，拿出这东西来，搁在你们家祖宗板上。嗯，我是坏蛋。你太迫切了啊！嗯，我把我们家祖宗板那拿下来，我翻山越岭，越岭翻山，找到你们家祖坟，打去坟头土，撬开棺材盖，我把这坏蛋扔你们家祖坟里头，我是那坏蛋。嗯啊，